好，欢迎来到科技美学。一加三发布在即，各项准备工作正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。不过不同于以往的发布会，这回一加三似乎准备给我们一些不大一样的惊喜。本次一加三在新机发布之前，联合以视率先推出一款名为 Loop VR 的虚拟现实设备。拥有这款 VR 头盔的用户可以抢先预订尚未发布的一加三，并且整个购买过程都将在虚拟商店中进行，可以说为线上消费又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体验。从对外公布起，一加将对外发放30,000台 Loop VR， 6月6日正式发货。而拿到这款 VR 头盔的小伙伴就可以通过它来观看一加三的发布会了。不过这台 VR 头盔支持的手机设备尺寸暂时还没有列出。昨天已经在国外某些地区推出的 LG G5 青春版 G5SE 也低调进入了中国市场。和旗舰一致， G5SE 也采用了可换的模块设计，主要不同在于将处理器换成了 S652。除此之外， G5SE 也搭载 3GB RAM 加 32GB ROM 和 5.3 寸 2K 屏幕，另外还有支持快充的2700毫安时电池。相机部分依旧是 16MP 加 8MP 组合。至于价格，目前 G5SE 在京东上以3499元的定价开始预售。除了 LG， 三星是另一家曾推出多款柔性屏 OLED 面板和曲屏产品的厂商。近日有消息称，三星 Galaxy X 将配备可卷曲折叠的显示屏，新机有望配备5.7英寸2560×1440分辨率的超薄 AMOLED 屏幕，厚度仅为0.3毫米，重量也只有5克，曲率半径为10，这意味着你可以把它卷成直径为10毫米的圆筒，有没有很神奇呢？昨晚工信部主管媒体人民邮电报发文称，工信部近日下发通知，要求各基础电信运营商确保在今年12月31日前将本企业全部电话用户实名率达到95%以上，而截至2017年6月30日前，全部电话用户实现实名登记。至此，我国将迎来史上最严的电话实名制。通知要求电信运营商应通过电话或短信等方式通知用户，对在规定时间内未补办登记手续的应暂停其通信服务，并且再次通知进行补登记，在催告期满仍未补办登记手续的，运营商要依法停止该用户的通信服务。另外，日前安兔兔发布了手机性价比排行榜，分别公布了5个价位区间的排名情况，看看和你心中的排名一致吗？最后，前面提到的 LG G5 作为模块化先锋，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内部到底是怎么样的吧。想要了解更多有关科技的新鲜资讯，关注科技美学的公众微信和全新资讯100秒的官方微博，我们会为你持续奉上。